恭喜你们！亲爱的老婆，我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05年的夏天，那是为期一周的受训，虽然没有让你深刻的记住，但这也是让你记住了我的名字。兄和亲爱的老公，说起我们的缘分，真是命中注定。第一次相遇是105年的夏天，我考上高考受专业训时。听说有人开着 BMW 载着几个正妹一同前往，心想哪来的花花公子到处把妹妹，完全不想要理你。恭喜恭喜两位。机会能够发现，爱一个人。